家里开饭店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一到店里，奶奶就给我拿出大葡萄，然后带回家吃。今天穿的这一身好喜欢，必须要展示一下。是谁在叫我？哦，我正在楼上呢。吃饭了。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就会有满桌的菜呢？那是因为我在路上就点好了菜。今天起的有点晚了，我最近在看一些很久以前追的那些韩剧，真好看呀。就是这么多年前的剧放到现在也还是很好看的。我今天到店里的时候估计已经要1点多钟了，我就提前在车上打电话给爸爸，让他把这些菜给我安排好。这个是干锅清远鸡，是小宝点名的，想要吃的想要靠我吃的就是脆脆的这个鸡肉。然后这个是雪花肥牛，还有豌豆苗。这锅底里面是本身就有那个鸭血的。我奶奶上来陪我一起吃饭了，然后她跟我说我姑姑去上海了，因为我的姐姐她的脖子给扭到了。为什么扭到了呢？据说她是打喷嚏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脖子给扭到了，真是太可怜了我的姐姐。这个鸭血应该不是假的吧，因为我之前吃过一种鸭血，它就是反正味道怪怪的，有一种涩涩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然后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店里面的那种鲜鸭血，那种都特别好吃，超级超级嫩，感觉比我们店也真好吃。这绿的是艾草绿。我现在在吃的这个是酒酿小原汁，上次点了不是吃不下嘛，然后就有点想吃，然后这次就把它给点了，但是不是菜单上的那个南瓜酒酿原汁，就是普通的酒酿小原汁，好好吃。有好久没有吃到这个菜了，就是童年的味道，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。最后一口就有这个豌豆苗结尾，一点不是我的菠菜。我奶奶在和吃饭的小宝打招呼呢，香香。